抽位。楊青 ，Master of Journals， 請進。多謝大家，多謝主持。唔激動一樣有唔激動嘅講法。我雖然唔係港大學生，呢度亦都唔係維園，不過見到中山廣場人頭湧湧，點點燭光，大家懷住一顆好熱切嘅心嚟到，唔單止係為港大發聲，更加是為全香港發聲。我們眼見8月18日在港大發生一些這麼可恥的事件，徐立校長一臉潮水坐在那裡，但是他竟然一句問題，我剛才走過去很有禮貌地跟他說，提出一條很簡單的問題，立刻要迴避回到後台。百年校慶變成百年校恥，點解香港大學一個一路歷史悠久被承傳為一個自由的地方，一個充滿住民主氣息的地方，偏偏是100周年的校慶，蒙上一個好大的污點？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副總理李克強，他嚟到如貴賓光臨，哇！爭啲要入埋紅地氈㗎啦～是爭的，是不是徐校長下次唔該爭了這件事，紅地氈接送 Benz 黏帽全部出齊 OK， 那就夠高規格了。李克強來到享有一個史無前例的款待，當然另一方面學生都一樣，表達民意的港大學生一樣是受到史無前例的款待。究竟你身為校長的，你究竟想幫學生啊，還是究竟靠攏權貴啊，還是究竟想幫學校籌多啲錢，所以要做呢啲咁嘅嘢啊？你要解答下呢條問題啊！你口口聲聲話所有嘅保安決定都係由警方嗰邊決定，我就想問一下啦，校長冇聲出嘅咩？一個大學嘅範圍，唔係就係屬於校長同埋佢嘅團隊可以幫手管理嘅範圍咩？好了，在這裡我想問一下徐校長，你究竟整件事是警方提出有這個這麼高規格對待學生的態度，還是校方主動提出這個邀請？如果你說這個是警方的責任的話，我在這裡想問清楚徐校長你了，究竟你會不會代表港大向警方聲討？用錢夾100周年校恥，請徐校長好好記住喺心，因為好似頭先嗰位發言者一樣。sorry 三分鐘 ，sorry 三分鐘。你可以等佢，唔係喺度 media 冷靜啲，係嗰啲。我哋下一位。